所以我求求你，别让我离开你。除了你，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。不好听啊，好听吗？好不好听啊？你们觉得好听吗？好听的话打个好听。家里不热，家里不热，不算热。白天的话，阿姨莫话不多是吧？阿姨莫就喜欢呆呆的、傻傻的坐在那里。人狠话不多，好听。真好听，爱莫该爱莫了，我还没想好呢。我给你想一首不？那你别想了，你想的我唱不来。啊？你想的我唱不来。哎，那首叫啥？五十年以后，家养猪肉说五十年以后，家养猪肉是我们最初陪伴我们过来的，对，就是老粉了，铁粉了也是。再来一曲，来一个说六十年以后，什么？来留六十年以后的这首歌吗？没有吧？啊？没有吧？想不想听我给你们唱一首五十年以后？想的话，你们打个响。想。但我要看歌词。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我给你们唱一首吧。反正又不是歌星，唱的不好听，不要嫌弃啊。好吧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全屏打一个好。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。谁呀？你呀。哎呀，别夸我。我说真的。我会忘了自己是姓啥的。你忘了的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我搜一下五十年以后。五十年以后，来全屏把五十年以后打在公屏上。全屏把五十年以后打在公屏上。五十年以后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。夜正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个吻。哎，唱错了吗？已经打动我的心。哦，没唱错。应该是这样的，轻轻的一个吻，已经打。动我的心，深深的一段情，叫我思念到如今。是不是这样的？密码多少呀？你手机密码？我也不知道，我这么中间看着，不是上面两排的。上面两排的最后两个，中间两排的最后两个，最后一排的最后一个。我的天，你这密码太复杂了吧？没有吧？就能唱五十年以后哦，不是五十年以后是吧？那你们想，你们是想听五十年以后吗？是不是？是的话打个是。我唱错了是吧？我要看歌词。来吧。可不可以来点伴奏？可以的话打个可以。清一下嗓子。
啊，他故意的，没有故意，跑题了，不好听啊，不要建议。生最好的运气，就是遇见了你，刚好你也爱我，我也爱着你，在这个尴尬年纪，我不再是一个人，多幸运能和你在一起，此生最大的欢喜，就是等到了你，是你带我走出那片沼泽地，从我们交换信物，深情相望那刻起，我的余生就是你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和你坐在摇椅里，感受那夕阳的温柔，听微风轻轻的吹，听河水慢慢的流，再聊聊从前日子，感叹恋爱的时候。我希望五十年以后，你还能在我左右，那时都已白了头，还想听你叫我老头儿。太难听了，我不唱了，我不唱了。我要喝口水，太难听了。来放包里吧。哎，小表哥又上来了。哎，小表哥，开一下锅，开锅吧。又上来了。今天给你做饭吃。你转来转去的干嘛呀？我看看你上来。开锅吧，小表哥，开锅。开锅，我明天做饭给你吃。这什么锅？开那个锅。带了油了吗？怎么开啊？这没油吗？这没油呀，就是擦点那个清油在上面，这样意思。这个？那个把锅热起来，锅倒油进去就可以了，然后就不洗，就这么晾着，明天就可以做饭吃。我们以前不是这样子啊，这样就是洗一下就可以用了呀。那是以前。我现在这么麻烦。对。对的，阿涛再给咱们上点海枸杞吧。你放着吧。你们想要海枸杞吗？想要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。你俩还不回去吗？我回去了。一会儿宝宝就应该是醒了吧。等一下，这没有海，这个号没有海枸杞的链接耶。就上不了，没有海枸杞的链接，没办法了。给带上五十单红糖，但是，要去准备呀，今天没准备呀。给带上五十单红糖吧，好不好？你们抢，谁抢的是谁的，就不加单了，好吧？好不好？好的话，你们打个好。快去抢吧，叶子红糖可好了，你们拿回去。对，黑枸杞的链接没做，来，给你们上五十单红糖吧。但是现在没有啊，我要明天早上去准备。然后明天下午给你们发走啊，下午才能给你们发啊。对，因为今天没准备，考试吧，快去抢吧，五十单，你们人多，谁抢的是谁的。我做叶子的时候都没叶子红糖啊，没少吃这个红糖。哎呀，怎么了？我感觉我想回去了。哦，忘了，还要给大家上那个灵芝孢子粉。你赶紧上吧。你们想要灵芝孢子粉的扣个一，有人多的话，我给你们上一点，不多的话我就不上了，好吧？哎呀，想要灵芝孢子粉的扣个一。介绍一下红糖，红糖还用介绍呀？红糖是用甘蔗做的，就不用介绍吧？纯甘蔗做的，不是你们外面买的那种红糖哦。这个平时别人卖是卖29.9一斤的，今天给你们发的是9.9一斤。9.9的话，你们快递费、包装费都不够，人工费都不够啊，人工费都不够，真的。那个叶子红糖你们知道是用叶子包的，然后包那个红糖都要很久很久的。是的。拉萨拍不了就真的很遗憾了，
真的很遗憾了。好，拍了16单了，只剩50单，好吧，上了上了。红糖它就是红糖，圆的，用叶子包起来的，叫叶子红糖。你们在外面去买的话，大城市拉到大城市去的话，要卖到40-50块钱一斤呢。昨晚直播间怎么突然断了？说错话了，说错话了就被关小黑屋了呗。红糖是好的是吧？你们抢过是吧？好的，这个是给你们上的福利。看一下，那个。灵芝孢子粉，来，灵芝孢子粉也给大家上个50单吧，因为刚才在另外一个号全部上了多了，我只上100单了，结果上了200单，这个地方我就只能上50单了，好吧，他们都被抢完了，因为别人半斤卖198，我们的话是一斤就只要你们168，而且是投到的灵芝孢子粉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那个，给你们看一下。灵芝孢子粉看一下，灵芝孢子粉给你们上了啊，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回去了，也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就行了。你们用温水去冲服，有10大好处啊，对人，对人，我们有10大好处，你们可以网上搜一下，好吧？因为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在卖的，我知道，因为很多人说买不到我们家那种品质的，所以我就今天给。准备了一点，准备了很久了，而且这个红糖呢，这个灵芝孢子粉的话，我跟你们说一下，头道的才是好的，如果是第二道第三道的就基本上卖的很便宜了。现在很多人，我感觉他们，我看到他们卖的那种168一斤的那种，基本上用第三道的灵芝孢子粉给你们的，因为我们也不是挣你们的钱，今天别人半斤的价格都没要，就给你们了。给你们的是一斤的货啊，好吧，我看一下，怎么拍不了？不知道呀，链接是有的啊，链接是有的，我就不介绍了，好吧？就是你看品质给你们看一下，品质你们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。你们看那个链接上面都是有那个车费的那个什么险，还有那个7个太阳的无理由啊。不会上火，你们网上搜一下就行了。你们现在能抢这个价格，这个品质，你们能抢就去抢吧。我不做介绍，因为介绍的话不够抢，因为很多那种新粉进来的话，就是他们进来的话，听到介绍以后，他们要去抢，我就不自己介绍了，你们就去网上自己搜就行了，好吧，家人们。是的。去网上自己搜就行了。有10大好处，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，就是经常熬夜喝酒，经常就是去应酬，就是对这个小肝肝是很不好的，这些人也喝，爱美的人就喝，然后还有一个，你们知道好处打在公屏上去好吧，家人们，知道好处的，知道好处的打在公屏上好吧，很多话不能讲，你们问我就不说了好吧，懂货的人去拍，哎呀，我收起来吧，一会儿不够拍好吧。是很好，泡了上面有点油，对，有淡淡的一层油花才是真的啊。在家里面保质期里保质期是你只要放在通风阴凉干燥处，你放个1-2年都没问题的，但是这一单的话，你们两个人喝的话只够喝2个月呀。看一下公屏上，我都吃了半年了是吧，懂生活懂品质懂养生的人他都会喝这个的。好，我就不说了，我再说一会儿，他们不够抢，他们又叫我加单，我加了又懒得去准备，很辛苦的，又挣不了大家的钱，还亏米的，是不是啊？这个还亏米的，所以就不说了，走，艾梦我们两个就回去啦，走吧，背上我的小背兜。我背，来给我，我背你背，给我啊！哎，怎么一点都不听话呀？叫你不能背东西啊！拿我的杯子。啊？我要把杯子拿走，走吧，快点来吧。走吧，跟我走吧。你们不懂有什么好处的，看一下公屏上就行了。还有最后的五单，什么？没声音了，咕嘟咕嘟，我听到了，咕嘟
你们那边叫那个什么？好的，买了灵芝孢子粉，明天给你们发货，好吧？啊，我就把它下掉算了。还有最后两单，我就不上了。我还三单，不上了，不上了，不上了，好吧？因为你们很多人说你预约了，说要这个灵芝孢子粉，我才给你们的。好了，不说了。我听到七七叫，不是七七，它是咕咕咚咕咚，是这样的吧？是叫山喜鹊，你叫一下，你看你叫的像不像？来，我忘了怎么叫的，嘎咕，嘎咕，嘎咕，哈哈哈哈哈！不要下播，看看你家飞机。你们想看飞机吗？要不我们走这边小路下去，可能快一点，好吧？又来了，走吧，走小路下，走后路后面那条路下去吧。我忘了关灯，还忘了关灯了。回家喽，这个回家看看吧，常回家。我是下播还是不下播，你们说了算。小心啊，下回家家喽。他们想看菲菲。嗯，想不想看菲菲？哥几帅们想的打个响，想看菲菲的话带你们看一下菲菲吧。看一下菲菲，小心点啊，我背也不让我背，这倔的一头驴一样的。你才像驴。那你不是像头驴吗？对，一点都不听话。他可喜欢这个小背兜了，这个是我在云南给他买的，你们还记不记得这个小背兜？家人们还记不记得？记得的打个记得，我看哪些是我们的老粉，有好多新朋友加了你的关注和粉丝团，有吗？谢谢，小心小滑。你小心就好了，你不要管我啊。我一个大男人摔一跤又不咋的，对不对，哥哥姐帅们，对不对？很近的，很快就到家了，两三分钟，很近的。这上面是我弄的一个院子，这是用来熏腊肉的，小心点哟。这个小背兜是我在云南给阿姨们买的，她可喜欢了，我跟你们说。来，明天炒这个给你吃。炒那个？好吧。哦，手机没电了，快点走。还有20%的电呢，一会儿他们看不到飞机和菲菲，他们就会失望了。他们失望的话，我也，哎，灵芝孢子粉，对，是泡水喝的，用温水泡啊，用60度的温水，50-60度的温水泡就行了。小棉啊，在家，马上就能看到了。带你们去看小棉袄，想不想看？你们想不想看菲菲啊？没人打响，打响那就不给你们看了哟。这个应该在睡觉吧，这个点。上次买了灵芝孢子粉，吃完再买。好的，到时候我们尽量抽空跟你们分享吧。走那边吧。好呀。真舒服，陪着自己心爱的媳妇儿一起上山摘自己种的菜，摘自己种的菜回来自己做饭吃，哎，可幸福了。我真的有时候觉得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幸福的人。真的？对，牙膏收到了好多天了，用的真的不错，谢谢反馈。因为那个羊羔是我们
我们是给我是给超市供货的嘛，所以我知道那个牙膏真的很好，所以上次给你们上的福利嘛，是9.9块给你们上的是3支啊，是吧？我记得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忘了啊。希望你不要辜负这个善良的女孩，我想辜负都不敢呀，你们这么多娘家人，那我不得我还不敢对啊，特别好用，好的，好用就好，好用就好啊。来，慢一点啊，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飞机。好嘞，飞机。哎，飞机呢？飞机不在家呀，飞机去哪里了呀？来，慢一点哦。是不是去邻居家玩去了呀？飞机不在家呀。哎呦，去哪里了？没人了，人呢？啊？不知道。人呢？才有70000多的赞呀。70000多已经很多了吧？没事儿，这样子吧，把菲菲抱出来，把菲菲抱出来给大家看一眼，我们就下播好不好？好，你们好不好？各位上面，我就去抱菲菲。飞机还有大炮呢？不是飞机，我叫的是杯杯杯波 A 杯。你们想不想看菲菲？想的话，我就去把菲菲抱出来给你们看一下。我不知道能，这直播间好像不能看。看一眼，马上就抱走。直播间好像不能露脸露镜，就看一眼我就直接下播了，好不好，各位小帅们？你们要不要看菲菲？去吧，我看到在那里，去吧，去把他抱过来，让阿姨莫把他抱过来吧，带你们看一下这边的风景，好美啊！这个核桃树啊，这个核桃树。是很好吃的土核桃，特别特别好吃，特别特别香。每年就等我就等它成熟打下来补老。艾莫快点，那边那个屋里面信号不太好。不能露脸，大家都想看啊，怎么办嘛。菲菲来了，菲菲来了。菲菲吃her，菲菲吃her一杯。等一下，准备好了没有，哥姐姐们？准备好了没有？按吗？就这儿吧，就这儿吧。等一下，我先看一幕，啊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好了，我就准备下播了啊。啊，他在看那边，怎么办？过来，看爸爸，看爸爸，这，妈妈是这，在盯哪里呀？对，在盯哪里呀？妈妈这个这，哪里有啊？妈妈是这，对对，来，哎呦，睡醒了。哎呀，睡醒了！哎呀，睡醒了！哎呀，睡醒了！被关小黑屋就算了吧，没事儿。为了咱们家人们的愿望，我被关小黑屋也算了。没事，不没事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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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。看到没有啊？你们看到小飞飞没有？你阿弟，嗯哥。两只老虎爱跳舞，小兔子乖乖搬萝卜，我和小鸭子学走路，童年是最美的礼物。那我们就下播了吧，好吧。好，手机也没电了。好
的。各位上面拜拜，我们全部把拜拜打在公屏上，我就下播了。拜拜。拜拜，看着你呀、啊，跟大家打招呼呀、啊。拜拜啦，拜拜啦，菲菲在盯着我。他盯着你看。菲菲，拜拜的，拜拜的。被提示了，我下了，家人们，我被提示了，拜拜我下播了，错了，这家人们想看，对不起。